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欣赏了第二届黑豹旗的冠军战呢，大家应该已经都非常的热血了。虽然今天呢温度非常的低，不过我们接下来呢在天母的棒球场要来进行的就是2014年第二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的颁奖暨闭幕典礼。那今年的比赛呢打了一个月，相信大家对主题曲哦球来就打是非常的熟悉。我们现场呢就来欢迎到是棒球甜心宋子云以及豹女郎与黄金影还有小布为我们现场带来主题曲。东京市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棒球甜心子云还有豹女郎所带来精彩的一个表演。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啊，这次137支参赛球队当中呢，拼战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分别是前四名。那这四支球队呢，接下来会陆续的绕着内野的边缘进场，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呢，伸出你的双手，大力为他们鼓掌。首先，让我们欢迎本届黑豹旗的第四名高院工商。
好，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欢迎的是本届黑豹旗的季军第三名，平镇高中。接着，让我们欢迎亚军第二名，桃园农工。最后，让我们以最大的欢呼还有掌声来欢迎第二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的冠军古堡加商。好，恭喜这四支球队呢，在经过一个月的拼战啊，最后打到了四强，这四支球队都非常的棒。我们今天呢，也要来进行这个颁奖的仪式。那接下来，先让我为大家来介绍今天重要的与会贵宾，还有赞助的厂商。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主办单位中华棒协陈泰镇理事长，欢迎。接下来是指导单位教育部体育署的副署长洪台林副署长，欢迎。另外也要介绍这次大力赞助的赞助厂商，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的是创建资讯的董事长树从万，树董事长，欢迎。创建资讯的张达文副总，欢迎。美金农杨富成经理，欢迎。中租租车刘建林协理，欢迎。宝矿力郑柏林主任，欢迎。另外，今天古堡加商的董事长苏梅如女士也来到了现场，欢迎。好，谢谢以上的贵宾呢，抽空来到了现场。我们现在请主办单位中华棒协的陈泰镇理事长来到台前，为我们说几句话。体育署彭副署长，各位赞助我们这次黑豹旗的各位赞助厂商，各位贵宾。还有各位现场的球员、领队、教练，尤其是难能可贵的不离不弃的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你们这种精神啊，真的是值得敬佩啊！我们这次黑豹旗，我们首先感谢我们体育署的大力的支持，那么。从以前的棒球的振兴计划到现在的强棒计划，所以我们体育署对棒球的热爱啊，
我们在现场的各位球员、各位观众，我们应该给他一个非常热烈的掌声，谢谢体育组。那么这次的赛会，我们全国啊动用了五个球场，那么时间啊长达一个月，总共有137队参加，打了137场。那么参加的选手、教练，总共3000多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我们是在创造中华民国的棒球史，我们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那么我们也感谢未来电视台不离不弃啊，长达一个月转播一场是亏一场哈、那么这种精神啊值得我们敬佩，有你的支持，有我们在座的赞助厂商的支持，让我们这个赛会啊增添了非常多的光彩，我们谢谢你们，谢谢。那么最后我跟各位报告啊，跟棒球有相关的，我们明年要办世界12强在台湾啊，那个已经确定了，世界12强啊，那是棒球的最高的竞技的殿堂。那么我们现在也在争取2020年棒球这个项目要加入奥运啊，目前看起来啊机会蛮大的。那么最后我跟各位报告了，我们在座的啊，我们也感谢我们这个古堡家商啊获得冠军，那么陶龙啊连两届啊获得第二名啊，不要气馁哈啊，台语啊就讲一句话啊，台语一句话，气别卡卡固也是你的啦哈，所以我们鼓励啊陶龙啊不要泄气。那么第三名的平镇高中，第四名的高苑高商，各位在座的，因为我们台北市办2017世界大学运动会，我相信啊在座的4个球队啊应该是我们2017世界大学的主力，我们也给他鼓励好不好？好，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那么最后我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陈泰正理事长为我们致辞，也给这些球员们呢打气加油，明年再继续。接下来呢，让我们邀请的是指导单位教育部体育署的副署长彭谭林彭副署长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陈理事长、各位贵宾、苏董事长、各位赞助厂商、各位古堡中学家商的董事长，谢谢你们！各位教练、各位选手、各位裁判、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这么热的天，带有热情、有热血、有热泪，让我们看到坚持不妥协的古堡家商赢得冠军。我们看到陶龙的热泪，我们看到这一股热泪、热血，会带动未来我们的棒球发展。我们为自己、为他们鼓掌，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副署长。好，经过了一个月的拼战呢，总共137支的球队啊，杀到了现在，终于是告一段落呢。那当然也留下了他们在高中时期一个相当美好的回忆。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请体育署的副署长彭丹林彭副署长呢，为我们来颁发一个非常特别的奖牌。因为在今年第二届的黑豹旗啊，有多达了16位的女生球员参加本届的比赛，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来颁发一个纪念奖牌给黑豹旗史上首位打者以及投手的女球员，让我们欢迎是北市商的吴婕妤，恭喜吴同学。再次的掌声鼓励给婕妤。
女生参加的比赛啊，相信啊，这一次啊，他们的一个创举之后呢，在明年第三届的黑豹旗一定会有相当多喜欢打棒球的女生了来加入。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颁发的是这一届第二届黑豹旗的最佳明星球员。那当然，我唱到名的也麻烦了，球员能够来到现场哦，不在现场的也请派代表呢来到台上准备领奖。首先颁发的是最佳投手，平镇高中宋文华。最佳捕手，古堡家商王英鹏。最佳一垒手，平镇高中欧静。最佳二垒手，古堡家商曾汉宇。最佳三垒手，桃园农工王崇颖。最佳游击手，平镇高中林晨飞。最佳左外野手，高苑工商刘义佳。最佳中外野手，桃园农工刘伯勋。最佳右外野手，古堡家商蔡振宇。最佳指定打击，古堡家商陈虎。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到的是创建资讯的张达文副总来为我们颁奖，欢迎张副总。好，看到每一位最佳球员呢都拿上了这个一袋啊，这也是创建资讯特别为这些优秀球员所准备的。好，现在也请张副总呢来到了中央，我们来拍一下这令人纪念的一刻。好，再次的掌声鼓励给这些优秀的球员，也谢谢张副总为我们来颁奖。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颁发啊，是这次个人的奖项，总共有六个奖项，包括打点、打击、全垒打、投手、MVP， 另外还有最佳教练奖。首先要来为您介绍的是打击奖，平镇高中林晨飞，这次的打击率啊高达了5.19%。接下来是打点奖，平镇高中李承恩。14分的打点。投手奖，平镇高中宋文华，13.2局，防御率是0。全垒打奖，南英商工江亮伟，总共敲出了11支的全垒打。最有价值球员奖 MVP， 古堡家商陈虎。最佳教练奖，
古堡家乡周宗智。这个奖项我们请到的是陈泰正理事长为我们来颁发。也请陈理事长呢来到舞台的一个中央，我们来一起比一个赞，留下一个大合照，恭喜这些表现出色的球员。再次的掌声鼓励，谢谢陈理事长，也谢谢这些优秀的球员。好，颁完了最佳明星球员，另外还有个人奖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来颁发的是团体的奖项。哦，这次哦。拼战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总共包括这个第四名到第一名也都已经确定出炉了。我们现在要来欢迎的是这次第二届黑豹旗的殿军得主高院工商。这个奖项我们请到的是美金龙的代表杨富成经理来为我们颁奖。好，也请杨经理呢跟我们这个球队一起来做合照。好，这次黑豹旗的殿军，再次的掌声给高院工商。谢谢，谢谢经理，也谢谢这些参赛的球员。好，紧接着我们要来颁发的是第二届黑豹旗的第三名季军得主，让我们欢迎平镇高中。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到的是创建资讯的董事长苏从万，苏董事长来为我们颁发，欢迎。第三名季军呢，每一位的球员呢都有一个季军的奖牌哦，除了奖杯之外呢，还有第三名季军的奖牌。另外看到这次这届的黑豹旗呢，创建资讯公司呢非常大力赞助我们的球员哦，还赠送了这个手提的这一袋啊，里面有这个随身碟、硬碟啊，让他们呢把这个最宝贵的回忆啊装回家，可以利用这个电脑慢慢的来欣赏。好，也请树董呢上台跟我们的球员来做合照。再一次的感谢树董，还有平镇高中的优秀球员，谢谢，恭喜你们拿下了第二届黑豹旗的第三名季军。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的是第二届黑豹旗本届的亚军第二名。让我们欢迎桃园农工。这个奖项我们请到的是陈泰正理事长为我们来颁发，欢迎。
我请陈理事长呢来跟我们屏山高中的亚军选手们呢一起来进行一个合照。再次掌声鼓励屏山高中拿下了第二届黑豹旗的亚军，谢谢。最后要颁发的当然就是第二届黑豹旗的冠军霸主了，请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欢迎第二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的最终冠军古堡嘉商。这个奖项我们请到的是体育署副署长彭台铃，彭副署长为我们来颁发。第二届的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今天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我们看到冠军队伍呢除了有奖杯奖牌，另外还有鲜花，象征最高的荣誉。同时呢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创建资讯、他们在除了季军队伍之外呢优秀的球员，另外还有包括团体奖的亚军冠军呢，他们都提供了随身碟还有硬碟，真的是大力的相挺国内的棒球，希望这些小朋友们呢能够呢更继续加油，在未来为我们创造更多的好成绩，站上国际的舞台。谢谢，谢谢副署长为我们来颁发冠军队伍古堡嘉商，再次的恭喜他们。好，现在呢先请副署长跟我们的冠军队伍呢来进行合照。谢谢，谢谢副署长，也恭喜古堡嘉商。那请副署长呢先回座，而球员请先请在舞台上面。我们现在呢要请教练呢来到了中间来接受第二届黑豹旗的冠军锦旗。麻烦副署长再次的来到舞台前面，让我们颁发这个冠军锦旗。教练也麻烦来到这个舞台的中央啊，我们要现在请署长呢把这个冠军锦旗颁给今年的冠军得主古堡嘉商。好，再次最热烈的掌声给古堡嘉商拿下第二届黑豹旗的总冠军。谢谢，恭喜古堡嘉商，谢谢教练，谢谢副署长。
好，现在请这个副署长呢先回座。我们现在请所有的教练还有球员呢，麻烦请面向外野。哦，现在是至高无上的一刻，最高的荣誉。我们现在呢要来演奏的是第二届黑豹旗的冠军球队古堡家商的校歌。请覆帽。好，现在请冠军球队呢暂时的留在舞台上面，也请现场所有的贵宾呢麻烦请到舞台的前面，让我们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大合照。好，跟着这个冠军锦旗呢还有冠军的球队，我们要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大合照。第二届的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在这边呢也要是完全的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选手教练所有的观众朋友的一个参与。当然你们真的辛苦了，也期待我们在明年第三届的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能够有更热情更热血的一个表现。下届再见。